大家好，我是科技超级体验官，欢迎大家收看本期视频。饺子是中国的传统美食，本期视频为大家介绍三款自动饺子机，希望大家喜欢。第一款饺子机，把食材装入装置之后，饺子就一个一个的包出来了。看它的形状很漂亮，而且出货的速度也很快，上面还有按钮调节，可以对饺子的大小和出货的速度进行有效的控制。第二款饺子机比第一款要大一些，而且它出货的速度也很快，旁边也有按钮可以调节。它的颜色是彩色的，因为它的饺皮是用果蔬或者呢彩色的材料制成的，多余的饺皮也没有浪费，可以随时回收利用。这第三款饺子机就很牛了，它完全是一种生产线，快速大量的生产。我们看到饺皮在里面自动旋转，然后有切刀自动给它切成花，切好之后有一个抓手呢把它们一起抓到旁边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，喜欢科技的朋友可以关注我，谢谢大家。